你能不能教教我？不会。这样这样吧，这样拧。哦，是是是。哦哦哦！来，三二一，活力满分的夏天，我来啦！到了准备的地方，然后我们镜头一转，哇，好美哦！对你今天的造型有什么看法吗？看你后面那个牛。轻轻念着你懂的咒语，一扇门就通往银河系。我们一起去太空旅行，宇宙的有趣，我才不在意，我在意的是你想跟着我去月球旅行，拥有你就不需要魔法给的勇气。不知道为什么，哎，我一穿上这个衣服，我都不敢讲话，因为我就怕，就是一下子就是说，本来看着就是挺温柔那么个人，然后现在一说话就感觉又挺彪悍的。给的勇气。这一年，在我们身边发生了许许多多大大小小的事。掌声欢迎一下。从我们屋内挑几个人来，想上的都上，我来我来，然后再从屋外村民，谁先上山叫那么大声，安口给我上来，阿南娃，别急着上来，别急着告别今宵，我们收藏记忆。等一下，你状态切换的是不是有点过快了？给我们一个准备。好，来，准备好了吗，家人？好了，准备好了，来。告别今宵，我们收藏记忆，深情回望。下面请欣赏歌曲《难忘今宵》。我觉得很好，哎，我演得很好，很好，你没看到吗？我发给你的小品演得很好，真的很好，声音调得特别像。